元宁母啊，甲惊心，顺着这条灵气，咱显露正觉的神降下来，咱有照着先天的理，行入着凡世间，咱的神以咱这个神来采，咱有家己的主定，进入着这个通灵的气质。是咱有照着母娘啊，这个步数，这是咱通灵的天性，进入着虚空，这条本性是咱有本现世的，转咱母娘这点气，恢复家己啊，这条心脉，是咱平起平落，安尼大家才无计较，无偏颇。修行就是爱行到心的平静，大家拢相共好斗阵，这就是咱通天的灵气。一个人的真心嘛，伫遮显露是正觉界，行向啊是家己会知影，因为这是咱的角色，嘛是咱的魂啊，小团小鼓励，是用着。观天这个本意，降低我这个心的公平，恢复晴天顺灵气，走向这条上天。无形显露是正觉界，增加咱这点灵的光彩光明，拢是灵光的本体，来带着咱即马这个灵的明暗中。是咱要归元，这个天光天明，咱才有这个智慧，这个天珠，这就是咱传佛的天经。阿婆也和咱讲正经、正神啊，顺咱一点灵气，无形啊，咱的平静法门，婆爱和咱一点一滴，你会当顺甲这么灵，这么正确。这是咱团会，咱只有这个心偏伫遮，咱家己有这个主宰的频率，照着天地这个圣意，咱只有清凉，敢若路口尔，路心。今咱是用气、声音，升着咱即马沟通，这个轨迹，拢是出家的天性，拢是阿婆啊。的命令，今仔我想到母娘，伊甲我喊，伊甲我叫，我才有徛伫遮，要讲出着母娘这个性格，拢是一点灵性，拢是开发咱的本事。灵魂伊是现世形，我爱是惊吓，我即马这个心，是咱会当行出。个人这个心的主定，这是我归元这个灵气，嘛是咱上的先天性，上祖母的天性，爱我敬老母这尊神的道性。今咱只有讲道尔呀，内底这个理，是咱爱有将着先天这个仪表性。流露到金宝降基，咱才会当成天地间咱的祖源。这是饮水思源，咱会当行倒转来，投入这个心内底，青天道家照实际，爱咱归元这个天地。我有本领，这条灵性，随着咱今个结合，这个心。拢是天地所赐，拢是这祖师爷甲我开垦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性。命令中啊，咱照实行实落，上天的灵气，道家则是咱的天。今日修行就是要倒转来天堂，倒转来太极元神，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性。是咱悟出着即世人
咱的心神。我有这尼啊清楚，这就是咱台湾这个祖师爷。祖师爷，咱即马只有讲福气尔，一撇开天，一花开天，是咱照着这点灵气，咱开天皇帝这条指令，落伫原来这个灵气。咱向的是先天这个本，就是咱的精神。我以这条上苍这个天元来讲，着无形上这条本事，天开原来是清天，神落主宰是无形。我来讲出先天气，神格是咱即马这个精神，符合着咱道家。这个信息，这是阿婆啊，给我真有信用，信咱家己，信心不够，无能给我徛伫遮。这就是咱烧汤的本质，嘛是咱的祖上。天路是上天命，爱咱转路是现世事。修行只有定志，生欢喜心。愿意去做，愿意去对，对咱的善良去学，是咱这条莲花线，要教咱人的心嘛，会坚定，会活用。这就是咱道家的天师，爱咱转入虚空，灵源天地是灵天地，做主则是无良心。外口摆的，外口会食的，是指咱腹肚了了。咱活着有这个生命，咱伫只指指。但是咱这个灵魂，就是这条魂，则是永久的啊。迄则是咱的心王心主啊。这个生命是暂时带落的了了，伫只静。咱靠这个身躯，造这个声音，咱的理路才会当一直讲出着。咱即卖咧讲的善恶之中。上今日咱要讲的是这条链，空空这条链，无半行这条链。这手未生咱以前，大母啊，这个精气关在这里。所以咱是咧练气，咱是关条条，天心，大母啊，这条心来对咱现主时个人的心，或者自主的心，这是心练心。当然，咱有母牛生到母牛这个基因呐。有这个慧眼，是咱行的青天理，是咱以神呐为主持，真理回复，才是天界。落了清气呀，才是自在。今仔我只有一条线，因为这是严格，所以我要讲的要照母娘一点一滴，一字一句一段，安尼我才会当讲出着母娘。这部完整的经，来教咱人有这种经营法，敢亲像咱咧做田咧，有耕耘，咱才有收获，才有收成。这就是咱通灵的天理。咱外用咱的三丹元气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咱爱是看现咱的本性，有咱这么纯的灵性。咱才有金宝啊，降临，也拢是这个奇观者。咱才有这个机会，而且修正观要成正果，是咱这个品格要达到优良这个品质。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性，有这个觉灵，咱才会当通合。今仔日咱甲天要相共，应地表。咱才会当来讲出着现主时的物质相，拢是有相甲无相吗？所以咱要恢复本来面相做，不思善不思恶，迄个本来面无啊，心空空，是咱无主，是咱无心，是咱无念，是咱无妄，这才是咱的无为。无为毋是不为。从心不离空，空不离心，一定要有身躯。咱这个魂
照这个个性集合，天路是咱的丹路，丹路是伫咱头壳内底这个脑中心，这就是咱的神经线。咱咧照着这个神经线，行到这个右路，倒转来找咱原来这个真正，是咱用着这条灵魂的灵气，咱人爱拜神呐，神造这个根。伊照这个法，照这个力，今日我用着这条灵性，一中我现主是脑神，显露是上法界。来讲着清净，这个顺性，咱爱是这个心，这个心若光，导这个心意啊，导这个心理啊，今日修道的只有用心。那修佛的讲菩萨，啊，咱来修儒教的讲做圣人，拢是同款的意思。心若清净，你就来达我即马咧讲这条件，这面相。现咱有定顺天理，行出着原来无入去，灵魂是顺着这个天地，应伫咱即马呼吸，拢是照着天元这个。咱灵山呐、啊，这个根开源道家是天地，做主啊是先天师，上初的法界只有一种，咱的现在，我有这么啊顺的灵气，这是咱行的上天性。阿母啊，和咱来讲的正天灵，真理归来清天灵。老母来讲经，恢复青天这点意，带有咱儒家清心。咱爱是顺着母娘的心性，咱再来讲道化，咱家己的心性，拢是注定这个天地，拢是老母娘娘归落来这条心理，献开则是天界，走向无形则是真出来。这是咱原来这个神，因为咱人是用精气神，这个三当地，精是下当，气是中当，神是伫这个上当，上当爱这个顶面的神结当。你只有这股气会当发射，你有形无形会结合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灌顶啦，哦。啊，嘛是咱即卖咧讲的点灵山呐、啊，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性，来提起咱个人心的缺点。灵源本意则是天界，道定显灵则是自在。这拢是归源这条灵性，化用当下这尊神的元气，真理本源道天道，修行转嫁现在。我有一点灵元灵气，再来讲着顺家，这尼啊清净，这是带有咱元天的本意。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心地，献咱一点灵性，集合咱这世人的清净。我有照着实际这点灵气来搞清楚这个现象。今咱爱是啥呐？咱会当开心。定着咱家己这个气味，所以讲我要讲的是先天这个大道，降伫我这个心中，这粒种子，显露清净，则是天安；灵源转过来，则是自在。自然开的，这就是先天的力量。今仔我照母娘灵源的老母讲话，要教每一个人的心头，安尼咱才会当受到母娘的传承。上苍有道正天理，开源转倒转来无形界，是咱用着这个魂、这个感觉，伊是无形上的啊，无相貌，无一个形体，无一个名名，所以我只有用无形来讲着这个道理，是咱这个法的变，是咱自然的产生，所以讲用着我现主持来教你。这是先天老母的路线，
是咱行过的青天的地，射出着母牛这个金光一燃，落地正法灵气，咱爱顺了通天，上苍有老母啊，这条灵性来到真理啊，这个功能，这是咱照的。凡世间爱开源，咱的心内底这粒原子，也咱是母牛的囝，所以咱只有用精子来代表着咱的精母。精母就是道母啊，就是本性啊，献咱这条青天线，爱咱转回无形青人。啊，青就无分你甲我啊，所以大家拢甲做伙，用做伙啊，咱拢是母牛的囝。是暂时咱只分你个伊个，你是查甫体，伊是查某体，伊是较悬个顶辈，伊是较低下辈，暂时安尼分别。但是咱若收到即个正果成，啊苹果有无？你若优良个话，逐个嘛相共。啊无讲只即粒较硬较大，是用安尼来讲，咱爱即个成品，咱爱即个品质来调好，上苍个天使。神路在世，我这条心，显露是正法界，度化是咱即马现主时，你免阁等。所以讲，咱拢是等海鱼啦，悄悄人等到变戆人，是咱即马会当提醒家己，要向前行，要向顶悬一直飘。我亲像水，悬悬下下流落去，到尾啊归苦海一连片。爽收持落苦海嘛真济，是咱即马要照着这个气清，伊才会当上流，爬起来咱的空，爬起来咱的天清。显露是顺天性，开源是照天命。今仔我是照母牛的命令徛伫遮，来代表着金母伫遮咧指示，喜欢啦，这就是咱讲的天元本性。道家现主时的心性，真理归到现世的本体。我爱转过来，则是心的健康性。咱人爱活得健康啊，咱无有毛病，来甲咱占咧，来甲咱拖咧，是咱以清净这个天，咱再来做伙，有稳正也明。天路是正法界，归咱清楚，则是。因咱爱是永远永远，这个天性，这个心是永远爱加白啊，白色色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。一世人，咱洗一清气啊，灵源本源是天性，开源转路是天命，有咱元素这点灵气，集合咱现场，这个母牛一心，献咱归路青天来。道化无形转世，咱有这尼啊顺意的心，这是咱道家的天理。母牛教咱每一个心的完整诶，今咱这个心歪有变卦，歪有变乱。所以母牛即马是上着为心上快，慢慢照着这个轨迹，照着咱的平衡，该浓缩挂来。世间讲的做修炼、修炼、修炼，就怎？你家己爱境界家己。我还懵懂，我还做差错去啊！这就是咱道家的天性。阿母娘啊，对心啊，甲咱鼓励，这就是咱通灵的本性。咱讲经啊，这个理啊，这尼啊自在。这是咱以后要讲有一个结果结论，是咱亲像这个天，是咱悟出到净空，灵魂本意。是天理源，落来正理是修传，爱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性为主，上苍落加照天，无形灵性转起啊，是咱注定这个天性，是咱徛正这个系统。我爱是对空，无形爱咱这个心杀的破，只有用空卖杂杂。杂杂一杀袂开，是咱姊妹咧讲的天意。咱即个心要讲较公平，做伙，这就是咱道家
的灵性，大家拢是边起边坐，这才是咱讲的通灵本性。徛会起来坐落，倒会平，这才是咱顺驾这个天地。在咱这个行住坐卧，咱拢会当达到这个心的平静。这就是咱通灵这个天地进入的无限界，咱最低。青天落下是天愿，落了清净则是顺，无来开源这条心，强勉咱在世这条命，有咱注定的灵气，有咱传话这条心，是原始这个天地，是咱徛正这个中间，我有照着母娘的实力，来讲出着我这条心的中心。拢是青天代驾，我才会当照着母牛这个真理，代表着团灵应天。显露是正法性，锻炼是咱的自信。我爱经过现主时的心修行，拢是注定这个天界，拢是徛正咱的品格。我有照着母啊这条灵性。咱才会当走入啊，现主时的母心，天元本意道明，爱咱转去合一，是咱注定这个灵气，是咱归元母性，天顺灵元在此边，度化金表升天，灵元灵性是天意，即世归元老母，老母真愿来嫁去。修炼转过咱的身体，灵魂也照先天性，命令咱做人归神啊！是咱这条清净的天，阿母啊，给咱这个机会，咱才会当顺甲这尼啊清楚这个事。这阵是咱凡事一口气，是咱行向家己这个心，这是母娘啊的开破，咱每一个心的内容。所以讲，咱也是内心的修炼，才会当达到咱的心愿、甘愿，是咱这条清澈的天地，是咱家己要向天倒转。这是咱道家一条路。要来讲到这样的阮的天使，是咱注定的本事，是咱转达先天的本事，灵魂的天地。这是来讲到顺家。无心，我有这呢啊清净的天界，咱再来见母啊，这条本事是咱注定的灵，是咱搁再落界的时阵无形的天意，咱只有行做伙家己，青天则是灵性，开源转咱则是本事，有咱这条灵源的情感，这是咱无形的天意。嘛是咱造成先天之气，顺着灵源一点性，来到着这呢稳定的天命。我有这点灵魂的天地，母牛才会当采我这粒心，上苍恢复正天地，开源转过来是心平静。我会有先天这尊神明，这是咱在世的灵性，亲自见天。老母啊，这个完整，所以咱讲的是元母，教咱每一个心，这个灵会当坚固，这才是咱归本性。天地间，咱才有人神合一，是咱这条灵源灵气，是咱做主一世人，献咱一道无形界，采用真理即世，我爱是行回正法正理。增强咱个人这个心的经过，拢是显露咱的灵性，拢是个人经营倒转来咱的感觉。这就是咱找出着源头。根本啊，爱有咱一世人的经过，咱会当有这个经验，有这个实力，咱才验会过。我现主持这个气力，会当做神啊，这粒真果，这是咱团圆的天。一个人公盘公心伫在地，我以这个清净的天界
伫这个地球，就是咱姊妹咧讲的这个土地，我就会当做母娘的工作。啊，我这是事实，应着地庙伊的显露，我才有这呢啊稳的灵气，行过就通灵见天，无形注定是天界，行出着正果实在，恢复通天这条灵性，开元五千咱家己的心。有咱天元，都有天理，条条灵光顺天。灵元有照五年来持，咱才有这呢啊顺的心气。拢是注定这个天界，拢是有成这个现在。灵元本意的灵性，看现咱顺着五年前，有咱这条正法的天理，有咱徛正无形界的心。灵魂本源为天人，搁再扶持金宝鼎，咱有元天这个种子，开咱元灵出界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，是咱献功这个真心，开元顺了正法界，天地为公，元神在，灵元灵性为天理，条条灵光顺天意。